唐老师要来教我们怎么样自己练饼。大家准备好鸡鸡，来，把你的鸡鸡掏出来，转过去往上拉，转过去往上。拉，如果你有不够硬的，赶快练这个方法非常好。曾有研究显示，西方国家的男性平均进入到阴道后射精的时间呢，大约有6到10分钟；亚洲男性则有75%是在3-4分钟。今天请到了童老师再度莅临我们深夜保健室。童老师的那一集深夜保健室呢，是我们这一整个系列当中收视最高的，所以大家对于自己有早泄或是阳痿的情况，不要害羞，让童老师救救你。尤其这一集我们要讲的是如何在家自我训练兵器。我们上次的节目播出之后，你那边有得到什么询问吗？非常多。我们介绍很多客户给你吗？感谢大家，没有啦，不是感谢大家阳痿早泄，是。是指大家愿意出来就医，面对自己的问题。那今天唐老师要来教我们怎么样自己练兵。硬度和持久度是同一件事情在训练的。对。